相对较为立体，皇子和兰博的团战的控制和 AOE， 然后卡萨丁和飞机的收割能力，以及布隆在前面吸收伤害以及开团的能力都很强。路，是的，这里感觉有点危险，游子在这里一个人直接被对方挑了起来，没有机会了。必须打出了这场比赛的。本身还有闪现，还有大招，这里闪现反身翼，但是哦漂亮，这里是灵药的一波绕后，交出了闪现以后，死亡宣告依然阵亡，这里被套了一个虚弱的挖掘机，是被对方强行换掉。灵药跟飞机换掉了，但是人头落在交换上面来讲，哇，大哥往前一个闪现，两个人残血都在塔下。反身漂亮，闪现以后反身两个亿，勾勾印又是一个残血的逃生，但是皇子已经赶到 ，EQ 加大招直接盖死勾勾印，这一波对于危机的处理来说非常棒，这绝对谁都不想放。卡拉丁上来硬开，一流人，希拉 QE 推到人了吗？布隆大招，哇，直接开到了对方三个人，看一下兰博的大招放的还可以，直接封住了对方的走位，但是这边的伤害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兰博大招上面站得稍微久了一些，所以受到伤害相当沉重。飞机再过来，结果被勾了，飞机这一波被勾啊，没有没有，勾到的是兰博啊，挖掘机要下去硬上了。好，这边先把皇子给顶飞，如果能够先把两个打野之间的较量，飞机过来帮忙，皇子是成功击杀掉了挖掘机，那这条小龙有机会。看一下刀妹上去是终结掉了兰博，布隆一个大招开到了对方一个残血的罗，卡拉丁上去收割，但这里勾勾印上来直接切住了飞机，飞机要被秒。哇，勾勾印刚才那个闪现上去一切住飞机呢，飞机被秒了以后的皇子下来想要帮飞机，飞机其实有，哎呀，这里要开了吗？我们看到勾勾印上来，但是被兰博的大招是横向放，布隆闪现大招大起对方的 lovely， 这里锤石一勾勾到了这里的皇子，皇子反身 EQ， 但是伤害技能并没有打出来，这一波感觉又是危机的一个溃败，技能拉 QE 推到三个人，天哪，要 A 死了吗？感觉这一波的话追不到太到卡萨丁，所以兰博的装备还可以。哎呀，这里布隆直接被勾到，要被秒杀了呀！布隆 ，BG 就没来，看起来大龙没了，大龙要没了，在打龙。但这个时候皇子的位置好像是被刀妹直接阻断了，皇子一个 EQ 逃车，但是希德拉大招已经甩了出来，五颗黑暗之球直接秒杀掉了丹帝 ，OMG 直接退掉了对方的一座门牙。但现在的话，对方好像哦，兰博一个大招放的还不错，布隆闪现上去给大，晕起对方两人，皇子一大招盖住对方锤石以及刀妹，感觉伤害还是不够啊，差太多了，卡萨丁跟飞机逃到很后面去，根本没办法参与这个战斗，真的差太多了。兰博在这里被定住之后，镇元三人又在拿到三杀。门牙告破，基本上这一把要以这把已经差不多了啊、这把已经差不多了。他们转头把基地给拆回，恭喜 OMG 在这个。